我进来。刘玲，我告诉你，我还有要事在身，没有办法时刻陪着你。你给我安分些，别老去招惹他。我哪有招惹他？谁让他是我未来夫君呢？虽然他不及沈大人的万分之一，可是他得贤殷勤，在本公主面前，他没有秘密。你若再敢出言相讥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我哪有出言相讥啊？沈燕，你要生心国体，又要顾百姓安泰，你心里藏着千千万万的事情，你不是有事要忙吗？不是不能时时刻刻看着我吗？你走，走啊！刘玲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沈燕，我想与你长相厮守。你说过你会娶我的，可是你亲手把我送上和亲的路，你什么都不告诉我，心里不踏实，你知道吗？要不是你来江州找我说的那一番话，我早就闭眼嫁了。听我说，两国交锋，全凭君王之心。夷国早有出兵大魏之意，这一次和亲，便是双方互相试探对方底线的开始。此番我要做的事，就是让这场战争来得更早一些。倘若顺利的话，你和拓跋烈的婚事便会中途夭折；若是不顺利，我自会收到消息。到时候，我便会抛下一切，带着你远走高飞。我能和你说的，就只有这些。这样，你能安心一些了吗？